总比现在的持特效好看些。铁桥三，刘嘉玲刷刀玩的很溜。铁桥三父亲死后，听人介绍去找镇上的武馆打不起一个学生，来到镇上见到江湖把戏。铁桥三正义感十足，忍不住拆穿天下两者。镇上藏龙卧虎，一名智老头有意调戏这名看起来神采奕奕的乡下穷小子。铁桥三自认为武功不错，竟然还拿不下一个醉老头，越打越上心。醉老头的女儿海娇，惠英红，出身身手矫健。惠英红此时才19岁，刚刚被刘家良直接出道，从此就走上了女打星路线。没想到刚结下梁子的就是武馆师爷，师爷叫众人把铁桥三打了一顿，这是武馆馆主出来了，教训了师爷，收留了铁桥三。彩娇一家三口都有很好的武艺，会拿风怪拳。此时惠英红虽然还很年轻，但总是有条有理，说话不紧不慢，已经表现出良好的气质。那时候的武馆也兼医馆，师爷调戏前来看病的女子，留下来当学徒的铁桥三看不惯师爷的无耻行为，师爷自然也经常整他。另一个师爷也不是好人，但村里就这个武馆能看病，大家也只好忍气吞声。武馆馆主还主动唆使手下欺压乡里，横行霸道，铁桥三感到格格不入。师爷发现铁桥三不愿意，于是就动意私情，这个武馆从上到下都坐落多端。有一天铁桥三发现了武馆馆主在贩毒，决定了惩治武馆时，却差点被活活打死，后将死再做一劫。被彩娇身材好苗条救下，铁桥三养伤时和彩娇成为了好朋友。彩娇长得漂亮，难免被镇上无赖调戏，一身好武艺的彩娇轻松就教训了无赖们。刘家良武术知道确实厉害，韦英红自己也足够努力，在酒楼打架时又结识了老鼠仔，不相识，三人成为好友。心狠手辣的武馆馆主听说知道他贩毒秘密的铁桥三利益，于是勾结帮主诬陷收留他的杂货店老板贩毒，杀害了杂货店老板，铁桥三和老鼠仔逃了出来。两人被追杀时被一名高僧救下，高僧传授给铁桥三五郎八卦棍，大劈叉厉害。武馆继续追杀到寺庙中，却遇到了彩娇的女神风婆子，一套拿风怪拳打倒了坏人们。铁桥三这才知道醉老头和风婆子都是高手，于是跟随老人学习拿风怪拳。但醉老头并不讨好说，只是在欺弄他，还是风婆子看在种女婿的份上才传授真功夫。铁桥三和彩娇的感情也越来越好。老鼠仔市民意识联合了一帮受武馆欺压的穷人们杀入武馆，铁桥三自然也随着一起去二头。但武馆馆主武艺高强，全都不是对手，被其杀害，武馆馆主就留下了铁桥三用于耀武扬威。铁桥三被毒鸡士种植，醉老头和风婆子本来就下了他。风婆子